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就怕自己身上的异味去影响别人。我自己长期不爱喝水，只爱喝饮料，身体代谢又差，整个身体就变成酸性体质，只要一流汗，狐臭味就会更明显。我真的不知道能怎么办，只能找最信任的闺蜜来诉说这些羞耻的事情。她推荐了我一款她很常在吃的保健品，就是她斯凯尔的益生菌蔓越莓。这款益生菌蔓越莓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它除了可以根治私密处瘙痒发炎的问题，甚至可以消除身体各部位私处异味的困扰哦。我已经吃了14天，腋下的狐臭味没有了，取而代之在私处散发的味道是淡淡的莓果香哦。它内含了8大专利益生菌好菌，去调整身体各部位的酸性体质，进而呢让身体有异味的地方开始消失。长期服用呢会让身体渐渐的产生香味出来。这款锭也可以含着吃，当口含锭的时候，让整个莓果香气充斥在口腔里，跟老公接吻的时候能够强烈感受到他的激情哦。我一直坚持，唯有通过 SGS 检验合格，不伤身体健康的，我才敢分享给所有好朋友。所以呢，好的东西一定要分享，让我们一起当个仙气焕发的香香女吧。